希望疫情明年就可以结束耶、yeah ！希望大家可以发大财，健健康康。希望遇到北兰氏迎刃而解，工作顺利，疫情结束。大家开开心心，上班了，新年平安，新年快乐！我要去比。哎呦，你的裤子呢？冬天很冷，那你知道我在等什么？哎呦，原来等的是你呀、啊！阿姨，下车了，下车也快。有。哇哇，这个画面，夫妻失眠。他在喊，我怎么吃？啊，你高度出门了，坐得下我们要出吗？啊，可他已经出了，好吧？是假的。车子的空间大。哎，你开车可以。我看，或者你头发老是有些有一点动。一转眼。女生今天很正，穿的是跟前男友的情况。不是，这我自己的。哎，方董，我们今天来哪里啊？你有什么要特别介绍的吗？方浩群，我又不是方浩群。要讲一些话，通常是网红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来当主持人。我不要，他现在拿好重，要往后去拿，手重就往拿。这是天一阶主唱，你有心吗？是林东城。平原男友视角，应该是。今天还开心吗，宝贝？有没有开心？宝贝，宝贝，还有个那个偷情傻子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你好恶心！他傻子今天没带狗啊？想不想看狗？傻小啊！没有，默默都拍到第六集。你有什么话对庞大的粉丝说一下？大家好。这感觉是开头，这感觉是主持人。大家好，在那个风景 OK 吗？赞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什么时候镜头转到亚洲都恋爱？亚洲的整片肉可爱吗？可爱。台湾人，人家来爬山，君瑞来吃饼干的。我们走很快啊，你自己不抓的机会是谁？是你自己不抓，君瑞怎么帮董会这样？现在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可以啊。等一下就会说雅珍伸手不见五指，还这样分享。雅珍现在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，可恶，雅珍没中招。我刚才前面排演是吗？还好。方董家杜圣诞，好豪华哦，金碧辉煌。恭喜你看路比还是不敢动啊，这个礼物干香蕉。老板说放一个礼拜都可以，一路放到明年。鸡很好哦，还不错哎，推荐吧。我今天穿了，他今天穿的很好，手路哦，骑手路很高级哦，这个才有错啊。这三角花雕超烂的，克服加叠，这么在乱买，开骚，心情不好啊，对，再买可爱，好，哇，完美，打电话的时候，不错，感觉很错，走，希望明年疫情可以结束，然后每个国家都可以开放一下。看这个幕后花絮，就是蔡雅君在耍玩。